男子上大的时候如此，如此上起的是人间子呀，就生软呀皮毛的金鞭子。犬戎是战国时期居住在陕甘一带的游牧民族，后来被秦所灭。早在殷商时期，羌人就活动在河湟地区，也就是黄河上游和黄水流域一带，与犬戎相邻。张掖的山丹军马场，2008年的时候我去过，在那住了一晚。你在那住的帐篷吗？怎么去的呢？坐车呀。2008年的时候去过。坐大巴，然后到那个高速路口下来，然后走进去。有多远？10公里。当时到哪都是靠走。现在我们经过的是黑城。黑城是西夏的都城，西夏当时被蒙古灭国，然后就打破了蒙古进攻中原的最后一道屏障。若干年后，南宋灭亡。前方200米右转，往十号方向。左边的右转。直走啊！这几条路是了，右转。十号方向。十号，再往前走就是航天城，就进去了。啊？是什么？前方就是检查。啊？你好。去那个山丹军马场，还打算去那儿。什么？山丹。山丹。山丹，嗯，往前走是吧？他导航给我导到这儿。啊，行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额齐人民会有一个那个辐射什么补贴？真的？真的？嗯，所有公务员全都有这个费用。哇塞，那就是说有辐射呗。嗯，这个他妈的，好像是哪个？核研究的时候，在地下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在这些？啊？不是，你地下核爆也会。对啊，也会有那个。它好多的核爆实验全是在地下进行的，现在。对，我说怎么不舒服呢？途经了这里吗？这片区域，它就是从这儿一路往西走吧，往西走，嗯，然后穿过新疆，到碎叶城，然后再往下到天城。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把汉族服装换成胡人的服装，骑马为就是那个什么才有了裤子是吧？对，为了骑马才有了裤子。那时候都是坐马车的，很高级的，就是汉族是坐马车，不直接骑。
打仗也是，前面一匹马两匹马，后边拉一车，车上有一个御者，就是驾驶员，然后还有弓箭手或者长矛手，配套的是一个车三个人，那种秤不适合你看这种地方，秤就没法打仗了。不适合野外作战。所以游牧民族跟弓弓民族打仗，弓弓民族的老输就是因为装备不对。他们骑兵对步兵，骑兵对步兵那个冲击力不行。时间要早一点的话，去甘南特别好，拉卜楞寺。那边有什么？啊，甘南草原，然后拉卜楞寺，就是藏区。然后还有这个塔、那个庙什么的，很多是吧？挺多的。然后甘南是紧接着川北，川北又是九寨沟、黄龙，然后甘孜、松潘，那一路下来都非常，就是那一片都够玩。那是需要几月份去？八月份。我觉得八九月应该都可以，九月就是秋天嘛。现在在甘肃的山丹军马场，它是在祁连山下的一片大的一片草原上面，自古以来呢是培养战马的一个地方，建国之后呢也是作为军马的一个繁殖基地，后来就没有骑兵的部队了，所以现在慢慢也荒废了。我是2008年的时候来过这里一趟，但现在大部分的草原已经是开发成农业的用地了。哎呀，看雪山。真的是雪山。雪山，没想到祁连山也是雪山。去爬山吗？得爬爬祁连山呗。没爬过。清朝时期为了统治的需要，出现过藏蒙满同源的说法，这个完全没有根据。但蒙古族后来信奉藏传佛教，的的确确与高原民族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不仅如此，藏传佛教本身也深受着蒙古族的影响，直到今天。赶走吧不干的水团团，撩走吧不凉的米粮船。苏州的那子是家乐观。哎，你那会儿一个人来的时候晚上就跟家扎的自己在睡的吗？有一个台湾人跟我一起。那是一起来的吗？是来这儿遇到的。在兰州遇到。前面是不是有片树林？开过去是吧？看看。耕地里能住？怎么住？怎么住？那卖茶的不会那么炸的？会的。会。啊？把帐篷底下都扎漏了，帐篷就不防水。几年钢铁道路底下那一层防水，下雨的话下边就漏水。下了啊，等一下啊，是路吗？等一下我看看这林子的环境。你说这个一个一块一块的能住，下来看一眼。是这样拍不到日出了吧？把车开了上去。哇，这个是篝火的。可以点篝火的。别烧了。别烧了。
爱坑吧。